我这个馄饨特别好吃，里面还加蛋黄。今天我要给全村的老人家做一个不一样的扁肉。然后倒入葱姜水，再倒一次葱姜水，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、白糖，再加点胡椒粉、葱花，这样炒出来的内馅可香了。我这个是用燕皮包的，但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更脆一点。燕皮就是猪肉打的皮。胡椒粉、紫菜、猪油、一点点生抽、醋，下入肉燕。阿妹，喂，好命了，我来给你吃馄饨。我这个馄饨特别好吃，里面还加蛋黄，皮又会脆。给你抹虾呀，给你抹虾。嗯，好凉。哎，你吃多吃一点，凤姐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叫你姐姐的老公叫姐夫。